个很很辛苦，很累，但是我还是要很累，小孩子开始。其实已经长一个岁，这个还是很开心，看着那么看。有那种感情了，所以我们就舍不得，就开始讨论。这个弟弟就留下，比两个，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还疼他。已经发生了，我就花火去治疗。不管是容貌怎么样，有治好就好了。妈妈可以加油。还有我之后就是毕业可以找到好的工作，可以好好的照顾家里了。